没事的，会没事的，会好起来的。 苏十念，醒了，过来吃点早饭吧。嗯。你怎么样？好点没？还有没有哪不舒服啊？我已经没事了。嗯。你昨天晚上。 是怎么知道我在那个地方的？我去你家找你，看到程安给你发的邮件了。妍妍怎么还没来啊？她不会为了反侦查，连自己都不知道我们在哪间民宿吧？放心吧，她会找到我们的。嗯，别耽误手术就好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还真得感谢程安，要不是因为他，我们也不能。毕竟我们已经分手了。 你这会儿应该也不太想见到我吧？